哦，对，他没唱一个，我知道。如果那时候国小很喜欢的香港歌手的话，那一定就是那个陈奕迅，没错。我很喜欢陈奕迅。对，那时候小小跟我聊过一个话题，他说：“哎，如果有谁，就是谁的演唱会，你觉得一定要去？”然后我就想了几个人。我觉得陈奕迅的感觉要去一次，虽然他现在嗓子好像没以前那么好，但我觉得还是要再唱一次。未来，OK，好，谢谢你。然后我发现好像就是外国比较多，我想去 Post Malone 的，想去 The Weeknd 的，想去 Fendi 的。现在就是外国人比较多吧，感觉。你喜欢熊文呢？